啊，大家早。好冷啊！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这里的温度是8度了，哇，好难受。像我这样在热带长大的人，这么冷的天气太辛苦了，太辛苦。我现在握着这个杆子，手都是好冻好冻啊，好冷啊！来看看这环境，早上一早5:15当地时间。我到我第一个的这个点去，建立一个小断桥啊。他听说这个断桥附近的话，鱼密度比较好啊，去试一回啊啊！抢先了第一杆，看看有什么回报的。好美的风景啊！哇，手指头好冻啊！哎呀，看看手，这里水这个耳太大了，玩这个吧。哎，扔这个，用这个爱鱼的颜色，用这个亮色了，用这两款，来这边试。啊！哦，中了！哦哟，来来来来，一只大的，来一只大的，哎呦，哎呦哎呦，进来了吗？哦，进来了，希望是大的。哦，世界上最大的北极会，来来来，上来上来！我靠，哇，爽，爽，哇，漂亮，哇，漂亮漂亮。世界上最大的北极回啊，北极回啊，哇，漂亮哦，这个鱼漂亮，哇，爽，太漂亮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来来来， 我放在那边去，我放在那边去，我把它放在那边去啊，这里就不怕它了啊，它跑不到了。钓到了，钓到了。哦，漂亮！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极回，阿大哦，黑北极回啊！哇，漂亮，真漂亮！哇，哦，它这个鳍还没有发射呢。不要再跳了，很累了吧？啊，阿奇，好漂亮啊！漂亮，哇、哦！
Yes. 北极灰，啊，哎呀，小，那条小。